大家好，大家是否希望将你的产品放在 Google 全球首页访问量最高的搜寻引擎 Google 首页自然排位展示出来？在这里我们教大家怎样用零成本达至这个目标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互联网每一分钟的海量数据。所谓海量 YouTube 每分钟上传72个小时视频，我们三天不眠不休才可以出现 Google 搜索引擎排名增加70，网站增加570，邮件服务器发出2000封邮。我们怎样在这个海量数据里面记住 Google、YouTube 这两项工作，为我们的产品带来希望，让我们的产品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。我们测试一些关键词给大家，是我们最新为客户做的事情。在首页传统的页面个数据是44000，我们在下面1、2、3、4，在首页我们发现了2个，我们再翻到视频页面，全部给我们发现了。第二个页面都是1，第三个页面都是1，第四个页面都是1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我们的自然排位那个连接性是非常之高，它越点击那个排位就越前。我们今天讲的自然排位并非竞价排位，是零成本的自然排位。在接下来的5月20日，我们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一场年会，中小企业如何面向市场，由零成本到全球市场的网络方式，时间是下午3点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年会有兴趣，大家不妨点击这个连结，马上报名报名参加。大家亦可以向香港工业总会咨询，亦可以向我们咨询。我们是香港唯一一家教大家零成本到全球首页排名的公司。